投入新北市长选战的侯友宜，26年前健康幼稚园火烧车，带走独子性命。认识那一刻，锥心至痛，决定把孩子生回来。预产期就刚好是乃维在火烧车事件啊罹难的那一天的第二年。和侯友宜感情最好的二哥是高雄乳癌名医。我们那个年代的话，都是会先带回家。透露侯友宜的另一半是初恋。还有您知道吗？艺人纳豆要叫侯友宜一声阿姑，这就是一个很酷的人啊。讲到阿姑一件事，为什么出现惊吓反应？详细内容请锁定周六晚间8点台湾大搜索。